嗨，这很久没有看到我了嘞，有一些人很久没有看到我了。今天是我，你们好吗？永城你好吗？乡里你好吗？准备一下啊，大家，我们写东西。这个造句哦，今天我不用你写啊，我帮你啊。不过我要你写我讲的东西下来，等下，OK？所以造句等一下先。进来了的人，I think 你可以先 try 下面的题目啊。嗯，不要紧啊，多一下了。我们跟大家一起讲这个造句的东西。OK，还有谁呀、啊？我看看呢、啊。Cassandra 讲还会迟进来。OK，所以你写在纸上就 OK 了啦。这个好啊、这个道具呢，今天不用写。好，我没有要你自己写啦哈、啊。不过你可以写一些例子下来。OK，有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一下，哎，到底怎么样去造句啊？哦，他要什么句子啊？我们才可以，就是才可以拿分。其实他不一定是要很长还是什么的哈。你知道哈、哦，有什么条件吗？哈，你老师有跟你讲吗？还是你所知道的这个造句要有什么条件？它是两分的一个句子，有吗？老师有没有讲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Google Format。有吗？没有的。哎，这我的没有在的。哎，我的 book format 在哪儿？哦，应该是在 form five。对对对。OK，哎，没有啊，大家你们这是没有的，就是你造句吧是吗？OK，其实也不用担心啊，通常你造句子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唯一条件就是它不能是单句咯，单句我不管华语叫什么了啊，OK，哎，我就是它。它一定要是哎呀，much more，哦，就是你有 done 啊，你有 can 啊，苏巴呀这种啊，其实就已经是哎呀 much more 了啊。单句就是讲哦，好像啊，Darren 苏嘎等当博啦，就这样。这个就太简短了。这个叫哎呀 don't go，说只是不能哎呀 don't go 罢了，因为不够啊。说、so, 如果你要你的，比如说你选的字啦，因为好像这里哦，他要的字是 gada gaja 嘛，所以比如说我找到的是 dendang，然后我讲 Darren ao suka dendang bola，suka dendang bola OK，比如说这样啊，他就肯定是不够分的，OK，因为他是哎呀 dong gao，所以通常你也是会害怕，哎，有点太短，你又加东西，对不对？你就安全了的啦，啊，不，我看一下啊。看一下还有什么 format 的东西啊？就万一有的话，要提醒一下你啊。没有讲，他这里没有讲 schema 的东西。哦，是咯。OK，其实也不要紧啊。嗯，他没有讲 schema 的。OK，也不要紧。说、so, 你记得我讲的东西啊？OK，要哎呀 much more 的，其实啊，从以前就是这样的。说、so, 不是讲长还是不长。你要的是哎呀，much more 啊，OK。所以呢，还有什么重点呢？他讲啊，你要显示出你明白他的意思，他的 maksud 还有 penggunaan，对不对？然后不可以自己加 imbuhan 啊，你要看那、啊、哈。我记得我也是有看过他讲你可以加的，所以你要看了，每一次的那个题目都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这里还是讲到明，不可以加 imbuhan，不可以换 imbuhan，OK？
不可以把它用在成语里面，或者是 top number has 不可以，比如说 girl die didn't out 不可以啊。如果我要把这边有什么字啊？什么这边我要选一个jiwaraga girl die jiwaraga 不可以啊。所以你不懂的字你就不要选了 ，OK？ 还有什么东西啊？对，我要讲imbohan 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不加 imbohan 的话 ，OK？好像给我给的句子啊，那个什么 Darren Al Suka 等当波拉，那个是错的啊，其实啊，因为等当动词嘛，在句子里面一定要有 imbohan 的哦，没有 imbohan 是错的哦。有什么时候可以不用 imbohan？ 你要不要给我一个例子一下？我看一下你们熟没有啊 ？OK， 我们选一点啊，这个这个之前啊 ，OK， 我就讲等当了。还是用别的，有什么字呢？我想一下，bacha OK， 给我一个句子啊 ，bacha 的啊，然后不可以加 imbohan 的，大家谁懂的你可以 tag 给我，给我一个句子，如果你造句的话、是 bacha 的，然后不可以加 imbohan， 我看一下你的句子啊，有什么情况下？其实有两个情况啊，你选的动词可以不需要放 imbohan， 两个情况，三个情况啊，其实。主要是两个情况，来来来，有谁知道 ？Video 开回下，大家来来来 ，Video，Are you there？ Hi， 哎，进来打个招呼哎 ，Evelyn 啊 ，Joyce 啊，香明啊，香明，很久没有见了的哦 ，Darren 啊，佳怡，还是你们在泰 ？Hi。Bacha 有什么情况下可以 type 给我啊？不需要用到我没有很急着要做完所有东西啊，我只是要解释吧。所以来，什么情况不需要用 imbohan？ 然后他跟你讲你不会加 imbohan 啊，可是全部里面你只会 bacha 这个字，你选了 bacha， 所以你的句子怎么样做 ？Ian， 我给大家两分钟啊，因为我怕有人在 type， 然后我一直讲话很烦。两分钟，我会安静一下。台上来，OK， 看来是没有了。OK， 不要紧啊。Howard，OK，、okay,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好，所以如果你需要写笔记的话，你写啊。OK， 第一个情况 ，Howard， 我在讲哦。如果你选到的这个动词没有 imbohan， 他又不给你加 imbohan 啊，什么情况下句子是对的？我有讲过，我有没有讲过嘞？你们的国语有给我教过吗？好像没有。通常啦 ，OK， 讲真啦，我相信可以教的狗狗都已经教完了啦，就是你选那些你会的字啦，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对不对？万一啦，真的是万一啦，是我给你一些 tips 啊 ，OK？ 你选，你要用祈使句 ，dolong， 哎 ，dolong 很奇怪啊 ，sila dolong jangan minta， 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些字全部是不用用 imbohan 的 ，OK？ 我想一下，因为用 bacha 要用 dolong 很奇怪哦。sila OK sila baca buku teks anda sebelum kelas esok 都好，我要把它变成那个，要不然好像不够这样啊。有时候我们会很害怕，哎，这样短啊，够不够？你就把它变成这样咯。kata cikgu Siti OK。你看啊，祈使句啊，重点不是在讲话啊，大家哎，重点不是在讲话啊，哎，不要这个啦，反正我不是要长不长，我只是要跟你讲 ，OK， 重点只是祈使句，
不用 in 武汉的。OK， 第二，所以这个重点是祈使句。第二个重点，哎，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哎呀，把是第一和第二个人被字句的第一和第二个人啊，不孤杨，我们要加强一点。OK， 我先简短的先啊，不孤一度的拉萨要把恰，这个情况下是不需要引木汉。但是这个句子在作文在考试不可以啊，因为这个不够啊，这个不是 ayat mashmu， ayat mashmu 你要再长一点啊。 OK， buku yang bermakna itu， 然后还是什么 buku teks sejarah itu telah saya baca semalam sebelum saya tidur 等等啦，你明白我讲过吗？ OK， 这个是被字句啊。第一和第二个人就是我们你们的被字句，那个动词是不用引波汉的，甚至是你都不可以用，对吗？你懂哦，这个哦。还有第三个情况呢，有一些特别的动词是不需要的啊，特别的动词是不需要引波汉，因为一加引波汉可能会不一样意思了的，就是每一天用的词 mandiminum， 所以你没有听过人家讲 meminum memakan， 没有的，对不对？memandi 不用的， tido 这些词是不用的，所以这些不用紧了， 你不用太担心。 OK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不需要引波汉啊，其他时候动词在句子里一定有引波汉的， be 啊 me 啊 ter 啊。 OK， 什么时候不需要引波汉？ OK，这个是一些笔记了哈，你可以看一看。好问 ，OK。好问，有没有写啊？什么是 No？Not OK 啊，真的。Not OK 啊，真的、啊。我在讲，如果你找到的动词全部动词你都不会，你只会一个很简单的动词，不过还没有引波汉，他又不给你加引波汉哦。啊，哦，没有写，什么没有写 ？Screenshot 现在，我不要等了咯，我要给大家去做了。OK 啊 ，OK。还有刚才我讲哦 ，before 你进来了，应该是啊，你要造句，这一个句子不可以啊，因为这个是 I 要读高不了，你要 I much more 嘞 ，I much more 就是讲啊，你要加长一点点呢，就是它其实是两个 I 要读高合并的。Okay， 不顾养也是可以的，不顾养阿妈 bermakna itu telah saya baca， 可以了。所以它不是讲长还是短，它要 ayat mashmu。OK， 所以这个 part 我会 skip 掉了啊。如果等下有时间，我再回来跟你一起看。OK， 来大家，我们来找一找这，我们来做一做这个啊。Ayat susunan biasa， ayat susunan songsang， 记不记得啊？倒转回来的句子。这个像什么呢？哎呀，叔叔那松上，松上就倒转回来了。OK， 注意啊，这个像讲话讲快了这样啊。OK， 比如说，比如说啊，我先用简短的哈。OK， Howard sedang membaca buku。OK， 我讲快哦，他们讲，哎 ，Howard 在做什么啊？读书咯 ，Howard 正在。OK。sedang membaca buku Howard。 OK， 重点是什么啊？ subject， 你知道 subject 和 predicate 哦， subject 不在前面就可以了。 OK， subject 可以在中间，可以在后面的，你看句子顺不顺，这个真的是靠你平时做多了的。 OK 啊，所以你做一做啊，这个啊我给的 of course 是很简单的啦，那做的是难一点OK， but 你可以 try。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句子 ，OK， 你写一写先，你 try 啊。我给大家五分钟啊，这两题了。So Alan Dua 还有第一个有十一个错误啊，第二个你找不到哦，你就做第三了。第三有十一个错误，我这样放着啊。你看不到的话，如果你用电脑看不到，你去 Google Classroom 开，用电话的你就可以放大了。我知道，五分钟。
有什么疑问可以讲的哈 ？OK， 在 chat 那边可以问我。OK， 好了，来，我们先看这个先。哎呀，叔叔那拿 ，OK， 好了，来啊，要写东西啊，知道吗？写在你的纸上啊，让你扫描上来啊。OK， 所以他讲他家门轮就干吧，好啊。啊，人嘛家养门不一样，一 rakan rakan 养 buy 那些有好的，他讲 buy rakan rakan 养 buy 啊 club 呢，就是他们的性格啊，
行为是很好的这些朋友啦，然后的青少年 ，OK， 阿甘 memory 跟格桑 positive 格巴的 diri 啊，会带来好的格桑的 ，OK。Oleh itu, remaja haruslah berusaha untuk membina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rakan. 所以我们要不我们我一直把自己当青少年，已经有点远了。所以青少年呢，应该要努力去建造良好的关系啦，跟朋友他讲哦，因为朋友会带来影响的。OK， 我写在这边啦，这样的话 ，OK， 这个要这一句我们要讲变成松散。首先啊，找 subject 先，我知道你。我叫你 type 到完整句，我们就不用上课了的啦。你 type subject 给我，这一句的 subject 是什么？来来来，这一句的 subject 是什么？你会分哦， subject predicate， 华语叫主语谓语啦，基本上来 subject 是什么啊？来大家 ，yes， 很好。所以 subject 就是在这里很明显就是那个人啊 ，remaja。只要你的人脉架不在前面，你找到一个顺口的地方放进去就可以了。它可以在中间，有时是在后面，有时啊有一些情况啦，中间也可以，最后也可以的嘞。我们可以 try 一下放最后顺不顺口先。其实 haruslah berusaha untuk membina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rakan remaja， 你觉得对吗？不顺哦，不顺哦，对不对？So remaja 我们要放哪里呢？在这一题啊 ，OK， haruslah berusaha remaja 这个啊放这边最顺，你要自己写一下 ，OK， haruslah berusaha remaja untuk membina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rakan， 我跟着你一起写了啊，看一下 haruslah berusaha remaja untuk membina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rakan， 就这样。所以只要 subject 不在前面，你找到对的位置，就是一个阿亚松上了啦。所以阿亚松上好像讲话讲很快，讲了我讲哦，哎，要努力，年轻人啊，为了建造好的关系，不是为啊，对咯，就这样哦。好像讲话讲快哦，你先讲重点讲。OK， 另一句啊，又来啊。Remaja 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baik dengan rakan。Subject 也是一样，对不对？就是 remaja 哦 ，subject 哦。我们把 remaja 放去中间或后面，先 try 简单的方式先啊，就是直接丢后面看一下可不可以。等下啊，讲成这一个哦，它的方法。它有 format 啦， format 就是三二一啊，一二三，就是原本是一二三，然后我们一就是 subject 来的，把一丢中间或丢后面。可是哦，那 format 记了也没有用了，因为每一个句型啊，其实不一样的，你要看顺不顺了，所以你要读一下。OK， remaja， 我们试下丢最后。OK， 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baik kepada rakan remaja， 也不可以哦，通常太长的不是很适合的。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boleh membina hubungan remaja 了应该是，还是 boleh membina， 等下hubungan， 这个好像要接在一起了哈，你可以跟我讲啊，我也是这样的，我是读多几次，然后发现，对，是这个了，是要这样的嘞， 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baik kepada rakan。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kepada rakan remaja。这个反而放后面比较适合。对。他讲的是啊，可以建造关系啦。用这个方法就是跟朋友很好这样的意思。berbuat baik 就是做好的事情啊，跟他们做好的东西。OK， 说这个哦可以嘞，把remaja丢最后可以耶，是顺的嘞其实。Okay, boleh membina hubungan dengan cara berbuat baik kepada rakan remaja。因为这个放中间反而也是还好吧，没有讲很顺。
如果你有其他答案你可以跟我讲啊，你可以 type 给我，我帮你看。有时啦，这种题目有时是可以有其他答案的。还有一句罢了啊。Remaja, OK, 所以接下来他讲，我们看完他 Remaja juga haruslah meluangkan masa berbual-bual dengan rakan, menghulurkan bantuan sekiranya mereka memerlukan pertolongan. 他们需要到帮忙的话。Selain itu, remaja haruslah bersikap rendah diri. 这个不难啊，这个直接丢后面啊，对吗？ Haruslah bersikap rendah diri.Remaja, 这是第三句啊。Haruslah bersikap rendah diri remaja, 就这样，要谦虚，青少年。这句子是对的了，可以吗？这样，要谦虚，青少年，六分了咯，这样。OK, 好，我来写啊。要考试了啊你啊，OK, 我给多你一点点时间继续找这个先啊 ,OK? 多三分钟这样啦，这个十一个刚才还没有找完的应该是，是吗？是他要我们写十一个啊 ,OK? 但是他讲你不可以写超过十三个，就讲你可以写十二个的，他要十一个，因为这里有十一分。所以你找一找先。等一下，我看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你找一找啊。十一个，准准，我这边准准十一个。等下每个人给我一个啊。我给你多一重复不要紧，因为你们全部 direct message 的，我知道。OK?重复不要紧，不用担心。每一个人给我一个啊。两分钟啊，你可以找到多一点就更好了，当然 OK, 不要只找一个啊。好，我知道嘛，不要只找一个啊。虽然我讲一人要一个 OK, 如果你找到你抬上来，我看一下每个人有了就 OK 了。你找到那一个了，你抬上来，你可以继续找。OK, 我渐渐看到比较多了。
OK， 很好，十个了。OK 啊，不确定对不对，不要紧，很好。哎，哦，十个人是因为有人有多过一个message 的啊，还有谁还没有？好啊，是不是好啊？哎，有哦，好啊，有没有？没有看到你的嘞。等下我一直按你啊 ，ask to unmute，ask to unmute，ask to unmute， 可以的吗 ？ask to， 如果有那个叮咚叮咚，我就会一直按叮咚叮咚。可以 suggest 给 Zoom 嘛、啊？据说啊，我们的什么 meeting 啊，什么都没有 privacy 的嘛，大家都在就是你有什么很 private 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会被偷看的。所以我要在这里 suggest 给 Zoom 一下 ，Hello Zoom， 可以不可以有个叮咚叮咚叫人的那个 button suggest 给你 ？OK， 去下一次 update 给我那个叮咚叮咚，我要去叮咚个叫人家。Thank you very much。如果你有在偷听，OK， 我看到好几个了，好。还蛮多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OK， 我看看啊，我要从哪里看起？OK， 哎，不错哎，其实不是全部一样的。OK， 我一个一个看。哇，不错。OK， 我第一个看到的哈，这个。这个有蛮多人找到的，好啊，这个都找不到的话，很大件事。哎呀，他其实有没有 reply 我不知道，看不到很多个 message。bagai， 哎，这个我刚才吗？我还在教 form one 呢 ，form one 呢，啊 ，per bagai 这两个都可以啦哈、啊，我相信你们懂了这个，要注意罢了。OK， 第二个，这个也是有人看到，哒哒，呵呵，是不是没有发现到他嘞？输了卡巴两个字来的 ，OK， 第三个，哎，其实个蛮好拿分的啊。这样的话 ，of course， 可能我们拿不完十一分啊。这个我也没有这样信心，有时我跟你讲，老师也没有这样信心了，不一定拿不完了。可是你可以拿到很多分啊，这个容易啊。banyak 后面不可以重叠的字哦，不是不可以重叠的字啊，不可以有啊、这个多的，不可以讲这很多的。banyak bahan 或Bahan 这个我看一下啊，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写了，应该是有啊，有 OK， 有好几个人写，很好。OK 啊，还有di pasaran boleh dibeli dengan mudah secara dalam talian， OK， 下一个啊，OK， 我再看一下，ibu bapa那一句有一个，不有没有人看到，所以。OK， 这个可能没有人看到，可能你们没有写罢了。ibu bapa haruslah memainkan peranan untuk membudayakan amalan membaca pada anak-anak。他要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文化在孩子身上。这一个啊，有点小难呐、啊，比较少看到，因为还用membudayakan啊，是有点少看到了。可pada anak-anak，他是讲把这一个文化哦。放在我们身上了，可以给他们了，所以是 kepada 来的。OK， 接着啊，这一个字啊，我看一下先，这个应该没有啊，这个 OK 没有。Oleh itu mereka haruslah 拿出一笔钱 sebahagian kecil perbelanjaan bulanan 啊，就是月的开销的一笔钱啊 ，OK， 来买适合的这一个读物给孩子。这一个字啊。memperuntukkan， 其实你们应该有看过的 memper， 它的那个原字是peruntuk 啊，其实啊 memperuntuk， 所以它后面加干呢，两个 k， 它后面加干呢、啊、两个 k 啊 memperuntukkan， OK， 这一段这一句同一句还有一个的，我看看啊，有人找到吗？同一句还有一个的啊。啊，有，我看到了，有吗 ？Howard 有吗？这一句还有一个 ，demi untuk 对不对？这个的话就是 demi 或 untuk 罢了啊 ，demi 或 untuk 啊，其中一个不可以有这一句来讲啊，两个都可以，就是其中一个都可以啊。membeli bahan bacaan yang
yang bersesuaian dengan untuk anak-anak 就适合的给孩子 ，OK。然后呢，他们也要确保呢这个读物啊，孩子可以读到完。哇，这一句好像蛮多的，这样啊，嗯 ，OK， 我看到了，很好。还有这一句还有啊，还有人有看到吗？这一句的，你们还要加可以加的嘞。这一句有两个，有一个是长的，一个是短的。OK 啊 ，memastikan 啊，这个懂了吗 ？Yes，memastikan 啊。说、so, P 的话割掉的吗？变 M 了的吗？对不对 ？Memastikan bahan bacaan tersebut. OK， 有没有发现后面有点怪 ？Habis anak-anak mereka baca 这个哦，它是被字句来的嘞。因为动词啊，还有人这么在后面的，这是被字句来的，被字句第三者嘞，一定要用 D 还有 Ole。说、so, 这个你划线，你写的时候你要写这边啊、哪里啊？啊，anak-anak mereka baca， OK， 被他们的孩子读，讲解。anak-anak mereka 是他们的孩子，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第二个人可以不用 imbuhan 啊，然后不需要 di 的，不可以用 di， 第三个人要用 di， 所以 habis 被读。对 ，habis dibaca anak-anak mereka oleh anak-anak mereka。你这样读多一次，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它是顺了的。现在 ，ibu bapa haruslah memastikan bahan bacaan tersebut habis dibaca oleh anak-anak mereka。OK， 这个也是有人找到，很好。meluangkan masa。啊、这个、啊、我跟你讲 我最不会解释的就是这个干，我跟你讲，因为很多情况的，有时要有时不要，有什么后面是什么字要什么不要，没有办法的，我跟你讲，不用去背、不用讲讲，不用去背为什么为什么，好像那个 D 还有 Ole 啊已经定了的嘛，然后他的情况不多，就是那三个情况，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我就可以跟你讲这种有没有干啊，你一定要自己读到手的，我跟你讲，你知道门乱干嘛杀的吗？从小学就写门乱干嘛杀了的吗？对不对？所以自己读一下啊。Ibu bapa perlu meluangkan masa untuk berbincang kandungan buku tersebut， 就是跟孩子讨论，我还要讨论那个书的的资料啊。OK， 这里也是有错，这里还有一个错，有看到吗？哈，啊。等下我想一下、啊、OK， 我给你那个比较常出的错误先，比较常出的错误是这样的，你有看过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变成什么呢？ membincangkan 不要等当了，所以比如说直接进 kandungan buku。等下、啊、我在 写笔记啊，其实啊我没有赶着要做完，哎，等下时间跳了的话你继续做先，我们5:50 OK， 东江压力了，5:50啊，这个啊这个是错的，就是有干就不要等当， OK， 这个是对的。还有一个对的哈，如果你是 berbincang 啊，你就要等当了，因为没有干嘛，你要等当 berbincang 等当 kandungan buku， 这是对的大家。所以呢这个、啊、你可以写一写，时间跳的话不用紧，我不会擦掉的，我们5:50见，你写一写先啊。其实还有一个啊，hubungan 这个啊，dengan 来的，不是dan 来的，hubungan erat antara anak antara